各位现在不得了了。刚才你没有办到客厅。现在 PM2.5 已经来到108。108每立方公尺微克。112、116，我现在已经开到最大了。现在就是。因为我们家现在外面在抛那个路，刚才是抛对面，现在是抛我们这边的路啊，所以现在整个粉尘，我们气密窗哦，我们气密窗什么的，通通都给它关了。结果在对面的时候，大概五六十啦，五六十微克啊，现在已经飙到134、137、137，不得了。哦，还好有买这个空气清新机，真的是买对了。当时我们买空气清新机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抛路，你看那个粉尘都飞上来，抛路机那个抛，你看这样抛。现在 PM2.5 已经156了，持续冲高，持续冲高，看能冲高到多少，非常可怕。像那个烟雾啦，台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肺癌，就是这些烟雾。虽然说抛这个路无可厚非啊，但是你这种环境塞久了，一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啊！对啊，台湾的肺癌那么高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、啊，很可怕。现在几人？现在 PM2.5 167了，现在是全速运转状态，全速运转，已经170了。只希望他赶快把路给他抛完，不然的话真的是有点可怕。都是灰尘啊！我要开冷气。好啊，开冷气啊！所以台湾的空气污染真的要重视一下，最好都买一台空气清新机啊！虽然不要看是哦，好像空气清新机没什么用，但是哦，你看你都抛个路而已，就现在就已经现在是182每微克。每微克，每立方公尺有186微克，非常高。每立方公尺现在是188微克，现在是全速运转。当时我们真的是，其实是我们上礼拜天才买，上礼拜六才买的空气清新机，啊，现在立刻马上就有这个功效出来了。真的觉得买对了，花了大概13000左右。对啊，还要再抛哎、欸，他现在在弄那个灰尘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让我再继续全速运转。所以真的，台湾的空气很差，就是各位要保护好自己的肺哦。吃的话可以多吃点白色的食物啊，空气清新机。能买就买最好的哦，像我们这夏普的哦，我没有在业配哦，但是，哇靠，真的是烟雾很大，很可怕，对啊，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肺。